过去，现在不能过去。那个约视讯啊，视讯看诊确诊才能去拿药啊，确诊也没关系啊，确诊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而已、啊。那今天是验，然后明天算第一天，一二三，所以你要居家隔离。然后放进去，妈妈没事，没事就好，对。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帮妈妈多照顾弟弟，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快点好起来哟！我爱你。爸爸也爱你。晚安，晚安，我的宝贝们。晚安，辛苦你了。好好休息哦。晚安。嗯，那瓶水要喝完哦。要听妈妈的话哦。爸爸好好休息哦。东东跟爸爸拜拜。东东晚安。有没有晚安？有没有晚安？爸爸，东东爸爸呢？东东要洗澡了。太累了。好，晚安。嗯